创造101，杨超越第三名出道，台下粉丝的举动引人注目。创造101是最近很火的一档综艺节目，各位小姐姐唱歌跳舞努力赢得出道位置。一转眼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总决赛也到了，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最后一战，最后11个出道名额落定。 Sunny 也在出道名单里面，有点意想不到，虽然他实力不错，唱跳都 hold 得住，但是因为网上一些关于他的事情，原本还因为 Sunny 拿不下出道的位置呢。而且在总决赛之前， Sunny 的排名刚好卡在11名左右，有点悬，谁知道总决赛直接跳到了第8，很强很厉害。李子璇和刘仁宇也 out 了，他们的粉丝都记得挺遗憾的，因为李子璇跳舞很棒，刘仁宇唱作很厉害，还以为有机会呢。再看看杨超越，总决赛的排名在第3，居然出道了，大家的目光又看向了他，真是热议不断啊。虽然很多人对于杨超越能出道都表现得不服气，但是这个已经是事实了，不可能再去改变。记得排名结果公布之前，每个人都有一段发表感言的时间，当时杨超越大概说了3点，好像融不入这个女团，还有比赛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最后就是说有压力也会坚持下去之类的话。话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不喜欢杨超越的人觉得他说什么都是错的。走面杨超越还对导师做了感谢，其他导师都是笑笑鼓掌，唯独王一博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开心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当黄子韬说出第3名是杨超越的时候，台下出事了。栏杆上有个拿着杨超越牌子的女生埋头痛哭，看来不只是杨超越本人觉得有压力啊，她的粉丝也顶着很大的压力，一路走来各种言论总是推着杨超越往前走，风口浪尖的道路很不好带，这不连她的粉丝得知排名都哭了。